的十五个血瓶系列游击队的人生歌手的十五个血瓶，没有点订阅的点一下订阅，然后关注一下右下角的那个刀牌的微博，还有微信公众号，还有那个优酷，都关注一下。全军出击！今天是我的幸运日。谢谢干爹送的十个血瓶，谢谢干爹。被迷住了，我可以肯定。谢谢大家送的火药，有火药的刷一下火药。我独一无二。我总是在奔波。谢谢大家送的回啊，谢谢苍送的回啊。谢谢游击队的阿笨弟送的三十个血瓶，谢谢阿笨弟送的三十个血瓶。说面我睡觉的晚上，谢谢阿芬弟弟送的一个宝剑。谢谢小萝莉送的好。这么多人看刀法打飞机，出牌。
谢谢薛尼斯送的一个挖掘机，谢谢薛尼斯送的挖掘机，给你一个什么的？今天是我的幸运日，给薛尼斯一个 VIP 买的。谢谢 Mad Life 送的一个血瓶，你们觉得卡的话可以调一下画质，或者是调一下线路。卡钥匙这个 bug 好像非可以卡，在韩服。我具体也不知道，反正是我之前看过，好像一个论坛说，反正Faker也卡这个。
谢谢 Lisa 送到两个粮食。Lisa 是OB Dapa 不直播的，不直播玩游戏的时候他是 OB 的，大家可以右键 Lisa 点一下关注。要不要四个人头啊？叫多多，我家有个猫叫啪啪，你可以叫多多，那就是多多和啪啪。谢谢 Mad Life 送来的水瓶，今天的直播会直播久一点的，所以大家可以不睡觉的同学可以继续看。母的，我家猫是公的。看上去不错。一豪哥送了一个血瓶，看看手机。这些怎么是六个？
唯一上的宝箱。巨鱼看起来是稳了，谢谢回忆中的宝剑。随时可以起飞，随时可以起飞。玩玩什么？A summoner has disconnected. 正在。谁又掉了？住了，我可以肯定。Yeah.
已经有点。看上去现在的我看看手气，看上去不错。到时别后悔啊。谢谢孤城送的么么哒。机器好像是网络不太好，打团就掉。Thank you.
是怎么说？到时谢谢创世哥送的33个视频，谢谢创世哥，还有 Hook 送的一个单体，我要那个大屏幕，谢谢创世哥。
谢轩尼斯送的一个血瓶。